了吗？啊，我最早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小猪，小牛，哥早，小猪早，哎，兄弟加油！不要吃猪脚一斤了。哎呀，这都是命啊！那你这、哎……各位哥哥，我们的假期开始了，不知道现在心情怎么样？假期，假期，假期。没有啊，什么东西都在上面啊。各位哥哥，我们的假期开始了。哎，过一会儿我们是什么环节呀？过一会儿我们是什么环节？不是，这是哎，这是停机坪吗？机场啊，修飞机的地儿。这是我。这有点可以啊。啊，我们开始度假了。那这飞机擦的，这个飞机挺酷啊，擦的挺亮亮，挺亮的。呼呼，悠长假期，悠假，悠长假期。好了，我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些规则，讲一些规则。哎，我怎么是你啊？我跟你说，我就判断出他早就知道整个情况。我们马上开始了，预备，预备，预备。干嘛？干嘛？第一个做完十个俯卧撑的人，过一会儿肯定对你们有好处。一、二、三，开始。2、3、4、5、6、7、8、9、10。好，哎，省点体力吧。好了，那个早上起来。因为大家都没运动开，所以让大家运动一下。其实节目还没开始，谢谢大家。什么人呢你？谢谢黄渤带大家早锻炼。其实呢，这么早请各位到机场来，就是请大家今天去度假的。大家看到背后的飞机了吗？看到了，看到。这是我们团队的专机啊，待会儿就将搭乘这架专机开始我们的度假旅行。耶、有良心，有良心，有良心，真的不容易啊！因为节目组呢经费比较紧张，经费比较紧张，注意飞机。航空公司给了我们飞机，但是没有给我们牵引车。所以说，我们后面飞机它需要往前移动10米，它才能进到它的起飞的你的预定泊位上。开玩笑，如果说要开始旅行的话，就是请六位把飞机往前拉动10米。拉飞机啊？这太夸张了，拉10米？开玩笑呢，这个。哪儿拉飞机啊？这不神吗？啊，你瞎了？哎呦我去！真的耶 ？Oh my god！客车 A320，世界中程最大客机，重42400公斤，相当于21辆2吨卡车的重量，高如3层楼，巨大超过篮球场。极限男人帮要将飞机拉动10米，即告成功。假期能否成行，在此一举。哎，我的发型。我多好难得这么帅一次，我这发型我的，谁叫你弄头发嘞？哈哈，啊，活该你弄头发！我好难得帅一次，不行吗？不信啊！啊，哎，你这睁大你的眼睛看一下，我今天帅不帅？你好好看看我帅不帅？我看见你的牙，我的一切梦想都没有。真的，我今天这发型我觉得弄得挺棒的，结果上来给我戴个帽子，这就是极限挑战。你跟小博一样。哎呀，我的发型啊！小卓，哎，这样是黑色拍的是吧？是呗。这就使劲拽吗？
我的天哪，这么个大家伙怎么可能呢？哦，这还有摄像机。哎 ，Hello， 早上好啊！哇，哎呦，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在飞机，我还第一次在飞机底下看到这么像。是不是得有人推，然后有人拽啊？哎，这是啥意思啊？这是不是手啥呀？这个，王迅，哎，红雷，一会儿咱们要坐这飞机，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瞎玩那轱辘。对，别别瞎玩，真的。起落架，不要瞎玩！我跟你说，待会儿要坐这个飞机。王俊，来，谁敢动啊？就是别瞎转圈看。另外呢，给你更正一下，这叫起落架，不叫轱辘。你叫轱辘，不有道理。快把我的美眼镜拿来，这样戴这样的帽子不配一个墨镜的话不酷的。来，等会儿我照一下啊，朋友，不要动。哇，好帅哦！哎，这个就像我们四川三峡拉那个船就一个道理，纤夫的爱嘛，纤夫啊，对对对，咱可以唱着纤夫的爱。你会唱纤夫的爱吗？纤夫的爱你都不会啊？妹妹你坐船后，哥面前一跳。是唱错了，我唱的是过河。我都瞧不起你。心疼荡悠悠，怎么喊耗子啊？咱们得用劲儿，得均匀。来，咱们喊一个，一二三，一二三，走，一二三，走，好吧？没有，我估计一停那不能停，一停都能让你只要一动起来就好办了，动起来就好走。不是，一二三，只要第一下有劲儿就行。我们可以了吗？准备了啊！准备，准备喽！各位，我们要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好了吗？准备。就可以走了。哎，你们不能这样转身，这点劲儿太小了，就得靠身体往前趴的力量。就你看那大力士不能这样吗？对对对，是不是？一二三，哇！就这样一下，那就持续用劲儿。好，那行行，试一试来。我们先找到一个最极限的位置，先绷着，先绷着，先绷起来，就一二三这样。迈克尔·杰克逊。松了呢，没有，一点都没动啊，没有，不可能啊，这件事情，大家想，你们飞机几吨了？飞机几吨？几吨重？那不得有几百吨呢？我们六个人怎么可能？前面有那大力士一个人拉的，你他妈大力士跟你是一股劲的东西，来，赶紧啊！红牛啊，啊，红牛啊，什么叫红牛是吧？黏糊糊，我跟你说，刚才可能就拉手刹呢。我故意的，我跟你说，绝对的。我们只能这些人吗？我觉得这六个人不可能做得到。我觉得我有个提议，可以一起帮个忙吗？可以一起帮个忙吗？那个背着手穿蓝衣服的那个，你先过来。
哎，这边有戴手套的，戴手套的这个大哥能过来帮忙吗？过来帮帮忙。来，戴手套过来吧，来来来。还有后面那个戴手套的，没事，能过来帮忙吧？能过来，过来几个？谢谢各位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来吧，五六八八，来吧，先试试这，谢谢人家师傅，来试试，一定往这边使劲啊，完成了任务啊，走，再走。停一下！哎呀，动了吗？零米！啊！把那说零米的哥们儿给我拉了。你把那个绳放下来，过来一块儿帮着他了吧？哎，把这几个牌儿往后移一移，不就动了吗？那边有好多穿制服的，叫过来吧。哎，各位制服大哥，穿制服的大哥，来呀来呀来呀！来来来，过来帮帮忙吧。哎，那个穿绿衣服、戴眼镜、橘黄色鞋子那个同志，你过来。哎，这位先生一看体格不错呀。这一个能顶仨呀！真的，那个女孩换衣服那个，哥哥，军官哥，就你们四个穿制服的，快！这差不多了。我们只需要彼此给彼此一个信任。应该差不多了。小心别把飞机，这人一多被拉起飞了，直接啊！大家成功拉动十米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我们旅程了，请大家上飞机，我们出发了。谢谢谢谢谢谢！哇！快！哎呦，真漂亮！哎，彩云之南啊。
飞到现在还没来。这能打开吗？现在各位已经抵达了昆明，但我们假期的终点其实是在丽江，因为我们节目组的经费比较有限，今天在昆明各位要完成一个游戏，而游戏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你们前往丽江的交通工具。这哪是玩游戏啊，是玩我们呀。这我们现在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猫鼠游戏。猫捉老鼠。对。猫鼠大战，每轮游戏中设置一名老鼠，其余人都为猫，在规定时间内老鼠被抓住即被淘汰，轮次结束，离老鼠最远的猫变成下一轮的老鼠。又要开学了、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样法宝，孙悟空雷大哥你可以先挑挑花拳。哦，哎哎，这个最沉啊，咱们这智商也没啥用，我就疼。来吧，我们可以看吧。水枪，水枪可以增加你的攻击范围，目标被你水枪击中即视为抓捕成功。哇，太棒了。来，就他噔，哇哦，哇哇，什么助力者，你将得到一名助手，在游戏全程中协助你，但是你必须亲手抓捕目标才有效。帮我把老鼠弄死。你们没开吧？哎呀，是吧。下一位，黄磊老师。倒计时秒表，你可以将你需要逃跑的时间缩短一半，本功能只能在游戏全程中使用一次。哎呀，你这个太好了，默默助手。默默助手可以在公众留言板中发布留言，请求周围的默默用户提供目标线索。这个太有用了，这个。那如果碰上像我这么自私的人，我就不告诉你，你怎么办？不是，旁边陌生人。哎，行了，你不要再问，你休息会儿。还有咱们六个以外的啊、对不起，我是极限三傻之大傻。怎么样？钱。钱，你是六个人中唯一可以使用钱这样工具的人。抽一看着钱又不行了，不是钱吗？我怎么这么多钱？哎，你看他一数钱，哎呦，哎，这表情，我真的，多少钱呀？2000。变装，变装。你可以向游戏过程中遇到的任何人提出服装交换，改变装扮。我们记住了，大家要记住。你必须得借个裙子，不借裙子没用。这个小猪和异星蛋是最合适的。哇！而且中间我估计还能大胖闺女，大胖闺女也很凌乱。然后还有一个辣椒。哦，不是，防晒霜。现在我要说，第一轮谁是那只老鼠？我们按照刚才下飞机的顺序。哦，哎呀，哎呀，真凉快。拜拜，拜拜，拜拜。谁？跑得最慢，最后一个下飞机的，谁就是第一只老鼠。所以说，第一轮孙悟空。孙老鼠，我等会儿，等会儿，导演，这个你也允许鼠有智商啊？我这枪怎么用啊？那我这枪不能自杀吧 ？Oh no！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太出挑，太引人注目，优秀啊，长得颜值也高，长得帅，所以受人注意。上来你看看，第一把摸到的就是老鼠，认命吧。既然你都已经这么优秀了，那就继续优秀下去嘛，干掉他们五只猫。红雷哥，这是老鼠的衣服，请你穿上。老鼠是要穿上这件衣服的，要穿上这件衣服啊？对，这很容易被发现了就。
我成了靶子了。这是什么？金马碧鸡是吧？金马碧鸡，金马碧鸡那个广场。对。哇哇，好帅啊！帅啊！帅啊！他见不得，他见不得人群，人见不得人群，你知道吗？你要跑啥？欢迎各位来到昆明市中心金马碧鸡坊，然后这个是这一回合的第一回合的地图。有这么大，这么大范围啊！猫鼠大战中，老鼠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躲藏起来。猫和老鼠的追逐及逃跑范围不能超过规定的区域。每位成员的电话具有 GPS 功能，可以准确定位彼此的位置。红雷哥，你可以开始跑了，预备。红雷哥到了，等我一会儿吧，红雷啊。乘客。助理者跟上他，跟着他，过一会儿随时给我报告他的位置。收到，收到。你助理已经去跟了呀？当然了，跟了，他跑出去了。GPS 不好用，那个助手管用。消失在人民群众当中啊！已经消失了，消失在人民群众当中啊。这边，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动啊！你别动啊！认识我吗？快带我走！去哪里？快带我走！我们绕圈。OK， 你引道。OK， 你引道。OK， 你引道。你今天跟我混了啊！不紧张，咱们先右转。好。2分钟。你跟丢红雷哥。跟丢了。他现在在湘语文印部，周围。收到，在这。4、3、2、1，出发！Come on！我看看他们的位置，他们现在开始追过来了。不用急，半个小时肯定搞定他。他们现在追过来了，但是还有其他人在那儿留守的。现在肯定是黄磊在布局。留点体力，现在跑30分钟会跑死。等到最后留5分钟跑嘛，他是跑得来得及。这么热天跑步多难受啊！先走一走路。那边。哎，我们要不要搭个车？不搭一个这个，搭电瓶车呗。啊？搭电瓶车呗，出租车就行了。这不划算，这打死你！不，你，哎，你真是花我的钱，你不心疼啊？你2000呢，你这点怕什么呢？走，沿河路路口。住本地啊？哪里啊？我找那个宋红雷。他刚才也是往那条街过来的。哦，我知道这儿。在哪？我前面找是吧？这种大城市里面，你只能靠一个字，就是缘分。沈红雷，收工喽！他们现在你看这几个人在追我，在追你，有黄渤、黄磊，然后罗志祥。啊，张艺兴啊，他们5个人追过来了，他们都往这边来了。哦，有一个已经包抄过来了。Let's go！ 看，正在跑的他
我们现在在追他呢，我们是在这个顺城街这边。他跑得很快，但是我们追得也很快，哈哈哈哈，马上就要遇到了，看 ，Come on， 我们堵他， Come on， 他也能看见我们，关键是，哇，很近了，很近了，右转，右转，右转，然后再右转。老师，我可以接个电话吗？不行，不可以。可能得下车了。哎，这儿呢。哎，师傅，我们先下了。好的，我们先下了，辛苦你了。哎，黄渤来了，快走！哎，黄渤来了，快走，加速！哇哦，哇哦！加速！加速！小心，注意安全！加速！对，加速走，快，加速走。没事，加速，非常好，帮忙，好嘞，非常棒。哎，哥们你好，帮我追个人。追谁？追那个孙红雷那个大坏蛋。就你往前走，我告诉你，我得找个车。好，先找啊，快。哎，好。啊，你是黄渤啊？对。哎，你得再找个车吧，人家能跑得动啊。我得打个的。他就在我们附近，他不远，所以我打车很快就能把他找了。你非常棒，你就会上这期节目了，一直跟我在一起，然后把他们干掉。快上，往前走，咱们往那个龙井街。刚才就差一点就追到孙红雷了，让他跑了。今天又找到了一个场外协助。帮我一起追击他，离他越来越近了，跑不了，孙红雷你跑不了，离他越来越近了，跑不了，离他越来越近了，跑不了，孙红雷你跑不了，快走，对，快走，哎。左转，黄渤怎么又跟他错过了呢？先稍微等一下，他在我背后啊，在背后。我们赶紧赶到前面那个高楼就到了吧。哇，小心！本节目由天猫国际独家冠名播出，天猫国际极限挑战全球商品，免税低价，海外直送，买进口上天猫国际就够了。极限挑战由广汽丰田全新汉兰达特约赞助播出，全新汉兰达超乎想象的旅程，突破画质极限，极速智能体验。本节目由海信 ULED 曲面电视为您特别呈现，感恩20年，感谢极限挑战指定钻石合作品牌金伯利钻石大力支持。节目有充电每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7 拍照手机特别支持，极限挑战有健康美丽喝洒油的天窝蜂蜜柚子茶特别支持，妻子挑战护肤极限冰川水尽在金珀莱上海江域。感谢陌陌，本节目指定唯一移动社交平台，陌陌总有新奇在身边。我们赶紧赶到前面那个高楼就到了吧。好啊，小心。好啊，小心。好，注意安全，走，小心。行了，可以了，抓住了。行了，我死都 follow 第几点了？抓住老鼠的猫将拥有老鼠的能力，距离老鼠最远的猫成为下一轮猎物，请立即前往大观公园。Fighting。孙红雷，在，很高兴地告诉你，你的昆明之行结束了，用我们指定的交通方式离开昆明，现在就送你走。心情非常不爽，看谁我都不顺气儿。拜拜了，昆明，拜拜了。刚来就要走了。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情有点紧张，有点忐忑。心情有点紧张，你先放轻松啊，然后好好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们很快就把你逮住。
王迅哥，别讲了，一副刚刚是你抓到一样，好不好？不是你抓到的。哦，我还必须把你抓住。别看你现在笑得欢，过一会儿让你拉清单。我来跟他通报一下，我曾经参加国小800米校园接力冠军，铁人三项冠军，好吗？吹牛逼的。他们都不理我了，都不要理，都不要理，都不要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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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过一会儿下去有一个口号啊，我说孙鼠已除，现捉罗鼠啊，手到擒来，抓猪抓猪啊，这可以。哇，这不小呢啊，这个不小。欢迎来到大观中原，罗志祥在这边能活多长时间呢？5秒钟。这一轮逃跑的时间缩短到不对不对，大哥，我们商量一下啊，你不觉得刚刚那个地方比较难吗？这边比较简单吗？他不回答，哎，他不回答我，哎。罗志祥干嘛？本轮作为老鼠准备好了没有？3、2，别嘛！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你们帮我们看一下那个穿黄衣服的罗志祥哥哥，大概往哪儿跑了？一会儿告诉我们线路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助力者，助力者，继续跟他，继续跟他。收到，收到。孙鼠已除，现在捉猪，欲擒故纵，抓猪抓猪，欲擒故纵。刚才说的手到擒来，孙鼠已除，现在捉猪，手到擒来，抓猪抓猪。他们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路线走？刘台，摄像师。刘台，摄像师，我要消失我的行踪。哎呦，哎呦，还跟一个人，他跟我，他待在这不动啊，他藏起来了，他一直在这儿。还有一分钟，这样的方式应该可以躲掉了吧？哦。这样的方式应该可以躲掉了吧，兄弟，待会帮我拦住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好不好？好啊，大壮林，嗨，交给你，拦住他，拦住他！好了，助力者，助力者，助力者收到吗？助力者，收到，收到，小哥在彭靖元，他要出来。彭靖元，彭靖元在哪儿？3、2、1，走走走，这边这边，别着急。藏起来了，但他在哪儿啊？怎么没有看到他呢？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吓一大跳！这方向没错，他在这边，我跑跑看看啊。他在我们的这边呀、啊。你看啊，我现在是往这里走啊，看到没有？嗯。我在往这边走，他在这个位置。不对啊，他真的在外面。我确定他在外面，行行，我确定，我确定他在外面。哎，你们看见小猪了吗？小猪在后面，小猪在后面，后边。
小猪在那边，他从那边过去了。什么时候？就刚刚。刚刚？对。确定？确定。然后张艺兴在那边。张艺兴在那边，小猪从这儿过去了。对，这边。小猪跑过去了。跑过去了。跑过去了。谢谢啊，谢谢，谢谢。那我还没看见他呀。等等，我看。他那个位置是在那边，但是他人家目击者说他从这儿过去的，我得问一下，我得问一下。哇，这边好好玩哦。几分钟了，我走几分钟了。哎，你们看见小猪了吗？看见罗志祥了吗？这边啊，啊，好好好，谢谢啊，谢谢。看见小猪在哪儿了吗？前面去了。好好好，谢谢啊，谢谢。你这样会被发现吧？不会啊，我现在几分钟了。不可能啊！你们看见小猪了吗？你们看见小猪了吗？几分钟了，我走几分钟了。看见罗志祥了吗？从这儿过去了，谢谢。哎呀，还好。为什么？人民群众啊！你目标太大了。哎，够了够了，手下留情好吗？好。哎呦哎呦哎呦！完了，就一罐。天助我也！现在走了吗？哇，我女朋友。全看你的了，全看你的啊！时速二百啊！倒车走，走！哎呀，这速哇，这速王哦！你抓阿姨行不行？抓阿姨进去了。在前面，就在前面，追上他很容易啊！他们已经出发了，快呀，我们要快！民族村是这边没错吧？稍微快一点，靠过去吧，我没什么时间了。快！来到这里了。哦，哇塞，比我们还快，比我们快啊！再快点！小星鼠，捉住星鼠，信手拈来，然后不押韵，不押韵对。小星鼠，别猖狂，抓住一星，不用忙。对，不用，一星不用忙。
我是一只老鼠。沿着堤岸往右走，快走快走！哎，我们好好玩一玩异形呗。关键手机没电了，关键手机没电了，没电了，充电五分钟可以用两个小时。真的假的 ？OPPO， 人家这 OPPO 二十七就这样。哇，助力者是不是还可以带着我跑？啊，这还不错。现在麻烦你，摄像师。지금내가혼자서이거가지고내가숨길거예요두분은밖에서돌아다녀요现在你们所有的人全部都到那边去，我现在躲起来 ，OK？ 赶快过去，赶快过去。现在我在找一个自己可以躲避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找一下。怎么办？躲在这儿吗？哎，你好。哎，这次的抓捕和躲藏只能在云南民族村里进行。本轮抓捕者可以在民族村的三个指定地点完成任务，获得帮助抓捕老鼠的辅助工具。他这是死机了还是不动了？没线动啊。他没动了。我不是问题，咱们也不会是把手机也是。哎，是这条路是哪条路？这是哈尼族村，这个基诺。基诺族村。我现在找板子，我要把自己挡起来。这应该不是很安全，可以安装一下吗？待会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哪知道我下一步人生会怎么走？我未来的路怎么走？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极限挑战就是有人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走，没人告诉我，我不想预知，因为我就是未来。什么话？海霞，空调。格隆。赶紧吃完，吃完了，迅速吃完，二十分钟吃完了以后，然后把所有菜撤掉，让小猪饿了。汽锅鸡，云南特有的汽锅鸡。不是这里，好吃。在哪儿 ？Hello， 我最后能拿到什么工具？一把钥匙。一把钥匙啊！一把钥匙。啊！先试探一下。好，快快快！我需要速度，快快快！啊！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 这就是陨焰塔。啊？这是？啊？我是要在这儿完成任务才能拿到工具吗？好像是呢。什么游戏规则？还要穿服装啊！
这是啥呀？谢谢，抓抓抓一星，抓一星。星星，我没时间了，来。能跑多快跑多快。最后随着浪淘消失。爸爸，我不会潜。什么什么浪淘潜了？在哪里吗？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球。哇哇 ，OK 吗 ？OK。OK， 还要抢到我头上的帽子，要不才可以给你。还有啊。看没看到一群人呢？看没看到一群人？啊，是吗？傣族的大象，对对对，好累了，正好我们有一个参与性的环节，好啊，让我们大象给你按摩一下。哦，好啊，让你解除疲劳。太棒了，多可爱。那么乖呀、啊。谢谢，哦，谢谢，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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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下实在是很要命的，我把车钥匙，哦，车钥匙，谢谢，哦，那个车啊，谢谢。好，谢谢。啊，他居然给了我这儿来一下。哇塞，这车好慢的。嗨嗨嗨！掌声的帽子。我怎么跑这么快？我现在是你男朋友了。他现在是我男朋友了，走，我给你带你走，去取车了，走。是取车，不是干别的哈。你的交通工具就是这辆白色的宝马
哇，哈哈哈哈，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以为要脚蹬，我又要什么？来，这个是直接一拧就走了是吧？不行，这自行车比我跑起来还慢啊！啊！哎，谢谢谢谢谢！哎，请让一下，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加油啊，加油啊！啊，你怎么也坐在上面啊？太重了，大哥！啊！这比跑步都慢，这有点。这什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是要两个手拧吗？这老头乐吗？这是？啊？这玩意儿太慢了，这还不如走得快。我，人家摄像师倒着走都比我快。我，这太慢了吧？这车太慢了。这是没路的。拿这个工具没用啊！不行，我弃车了。啊，上当了，上当了！Hello， 能坐一下你的车吗？现在可以，现在我没事情。好，是，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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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我来不及了。我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谢谢啊，谢谢，谢谢，快快快快快！哎。来，我给你一个交通工具，你慢慢骑，你慢慢骑着跟着我。本来以为想赚一个牛一点的交通工具，没想到被人玩了。走。我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了，我必须要超过他们。你们知道那个叫什么？这个还真不大清楚。超到黄渤前面，不然我就被下一个老鼠就是我。应该不是很安全。没想到我是鬼啊！那你是我的助力者，也就是说，你可以帮我做所有的事儿。我现在我可以把我的手机给你的，但是我们的这次的策略是不要你跑太远，就是让他们以为。我让你拿着这个跑远了，我藏在别的地方。来来，我们自拍一个，我发一个陌陌。黄磊老师，来吧，来发一个陌陌。谁知道黄渤在哪？我知道，在这儿。有没有高的地方能爬上去？别人下不去的，或者是水？哎，我躲到那个那边去。那个塔上去吗？你就到那个塔，就到那个塔。塔上去。到那个塔，快快快！你下车，你往这里边去，我就在那个塔周围啊。OK， 好。哦，助力者，记住了，咱们现在所有的胜负在此一举，我们一定要拼命啊！我们一定要拼命。收到，我找到一个很好的隐蔽地方。好 ，OK。往这边一点，OK。来了人，别告诉我在哪儿啊！谢谢。等一下，我要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底下。我不要他们来了以后有东西，我要让他们看着我无奈，看着我无奈。这个车是可以坐的吗？来来来，上来，我说来。哎呀，谢谢兄弟。
者，助理者，怎么样？怎么样？我这边很安全，我这边很安全。其实你可以适度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可以把他们往我这儿带一下，没关系。我已经觉得不好玩了，我已经想继续耍他们一下了。哎呦，大哥，能加点速吗？我也想加速啊！你这怎么那么慢呢？你是不是踩着刹车的？没有，真没有。不是，你看你这速度，你看你这速度，哎，你看你这速度，快点！哎，不是，我拖着你干嘛呀？我拖着你，还不如我自己跑呢。但黄渤现在是跑到对面去了，我怀疑他把手机给了别人。啊！我们先预演一下，我好想知道这种紧张跟奇妙是怎么来的。他们从下走到这儿，看到我，还以为抱有希望，其实是绝望。是啊，赶紧！这个可以再使用。向黄渤猛扑，默默发布留言啊！居然有人回答黄渤在他心里边，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有没有爱心啊？我们追的那么苦。我看看前面。对讲机到第一。黄渤在哪儿？老实交代，快点，快点！来了！王迅在前面。居然跑到这儿上面来了。他上来了，准备了。哎，你们也上来了。哈哈，王迅，我在这儿呢。One, two, thre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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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ne, two, thre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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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有没有绳索呀？哎，哪儿还可以租这个呀？要收费的。我有钱。在上面交。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底下。我不要他们来了以后有东西。通知下边，他们来一定要收费的。哇。那我下去买吧，哇，这什么呀？这是。到水边就好了。时间就一点了，我只要下了水，现在拿我没办法。黄渤跑哪儿去了？他应该就在这边，就在附近。你也知道我的水性，你别嚣张啊！我跟你说，论游泳，你水性比我好，但是速度不一定比我快。来玩吧！我跟你说，我今天陪你。时间马上到了，还有多少时间？两分钟。有多深啊？啊？有多深？我试试啊！不，你过来，你到这儿试试。不行！不行！知道了。哎，你没你这么玩。
玩的吗？你玩命啊！你这站着谁能带飞住你啊？想想昆明，天气晴朗，接近胜利，还游了个泳。怎么了？我不相信我今天逮不着你。别玩命了，输了就输了吧。哎，你算了，这还真挺危险的，这底下。行了行了，不至于不至于的。我跟你说，我非逮住你，你过来，你要不自己。你还换上了？不是游泳健美裤。你过来。你没有任何可能在。你过来让你过来让我脚抓到我一下。没有任何可能，真吓人了。你得了，你游不过我。我就松弛了。啊，两米多，你游的行吧？跟我玩水下。我真的不行了。溺水的小狗狗。不是，真的，过来救一下我，慢点。真假的？快点，你快点，你快点，快点，你快点。你没骗人啊。你说你玩什么命啊你？啊！心急冒血啊！不是，我也没叫你叫啊！我刚才确实是不行，但是我。从这个当中，我看出你对我的感情，真的不啊，绝对够意思。我只是怕担上刑事责任，你知道吗？畜生，虐杀宠物，虐杀牲口，一个游戏，你至于这么玩？他妈是你玩命还我玩命？你谁能跳下去啊？哎，我的钱，那个我钱呢？还想钱？现在我钱。其实我心里都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我就特别赞咱们俩的这个智。你比我更聪明，其实我积分30秒挂的，我25。我个人觉得你根本不是三傻，今天最聪明的一个。极限三金对吗？对，没带三金。那我们现在我们俩单独成立一个组织吧，凤凰传奇。金主呢？我们是凤凰传奇。你说这叫什么了？蚂蚱。霸掌，这个最形象，你知道是谁了？黄渤。黄渤，哎，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小猪，你在哪儿呢？你们在哪儿呢？你们在哪儿呢？你第一次吃，口感好吗？尝尝黄渤。哎，我黄渤。这个是我的腿，这么长。啊，这个是黄渤的腿，大家就看出来了，这个比较。黄磊的胸，你看啊，这是我们假如这是左胸，右胸，右胸。来吃一个。我相信黄磊胸前一疼，肯定胸口一痛。太好，谁设计的这个环节？快点，快上，往那边走，快走，往那边走啊！我要给你拍张照。快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来了，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快！我现在赶紧得找一个隐蔽的、最隐蔽的地方，我藏起来。有地儿吗，兄弟？有，给我找个。你的房间？啊？你的房间？啊？或者是哪儿都可以。他不应该跑得这么快。这个民族村确实很漂亮，56个民族，56个家，我在这儿就有56个家，狡兔才三窟，我56个窟，黄磊老师怎么能找着我？哎呀，我享受享受吧。哎呀，这环境。这些地方都可以哈？都可以的。好啊，哪个房子我可以进去呢？这个哈，好，太好了啊！这个地儿太好了，这他怎么能找到我呢？就算是神算子，
就算是黄磊老师和异星联盟，他找不到我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呢？今天我们一天都没跑过这个地方，哎呀，大家来歇一歇吧。哇，太好了，太好了。大哥，你好，你好，你好，我能在你这儿休息一会儿吗？下面我开给你门，走。你给我开完之后，你帮我在外边把门锁上，怎么样？不会，不会，不不不，你给我锁上。好，因为有人要抓我。好，你给我锁上之后，他们就抓不到我了，好吧？谢谢，谢谢，谢谢。当当当当，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藏身之处。走吧，上我家坐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哇哇，太棒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哎呀，来来来来来，啊，不用不用不用开那个，不用开那个，不用开那个，锁门，把门锁上吧。不，你把门都锁上，待会儿我叫你。好，你就把我锁在里边就行了。您就回家休息，谁叫都不要出来。然后我待会儿叫你，你再出来啊。好，在外面。你在外面，在外面啊。我是你的男闺蜜。喂，哥哥，抓到了吗？没有，他在你的左前方。哇，看地图。在羊锅，羊汤锅。你先问问羊汤锅在哪？到羊汤锅，羊汤锅，羊汤锅 ，OK。对，你问问我。啊。哎，门队，怎么突然跑起来了？刚才我一顿狂奔呐、啊，要不是我的体力，我估计肯定被黄磊老师逮住了。迅哥，迅哥，你的位置暴露了。他说我的位置暴露了，怎么可能呢？天衣无缝。迅哥，快转移地方，快转移地方，你的位置暴露了。大哥，大哥，没人过来吧？没有过来，刚才过来了，要装死磕掉了。哦，全部跑了，装死磕掉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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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你在下面，你救我们啊！跑了，快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大哥太棒了，大哥，大哥太棒了。应该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估计他们是找不着了。这个是彝族人的酒罐，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彝族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平常。热情，喜欢喝酒，而且朋友来了有好酒。哎呀，说实在话，我现在有点饿了，我看看有没有啥好吃的。这大哥太豪爽了，待会儿我会给他钱。你去那边堵着，带我去。完了，着想了，着想了。还不让我摸，出来，出来！哎呦，哎呀，这个大哥怎么那么不讲信用啊？大哥，我说我给你拍个照片就给我了。大哥那么不讲信用啊，大哥！你知道王旭，我看见大哥之后，我就问大哥看没看见他，我不能告诉你的。他直接他一进来了，我说你，他说不能告诉你，我说你告诉我，
他说门是我锁的，我不能给你开的。我说我给你拍照，我就把钥匙拿过来拍照片，他就给我带过来了。大爸，大哥太可爱了。哦，终于来了。哎，我们怎么办啊，大爷？现在给你们准备了两张火车票，就是你们离开昆明的方法。火车票。哎，我是硬卧，哎，还有空调，哎。对啊，哦，你呢？我是硬座啊。我是差五分钟，黄渤给那个抓住的，他七分半他就被抓了，凭什么我是硬座？十个小时硬座。哎，这样，硬座，你长痔疮了会。抢是呗，应该是这样抢是呗。我告诉你，录了好几集了，我都知道你的步数了。我要坐十个小时啊！你是不是应该对前辈应该尊重一点？你忍心让你前辈在那坐着？不，你好意思？你说你出道几年，我出道这么多年，你好意思你呢？可是我出道22年。啊？大哥你呢？那行，不算我，那你是前辈，前辈我前辈吗？前辈，我是后辈啊，你扶老携幼啊，对不对？我是幼嘛，我要跟你一起啊，坐着十个小时，你要睡着十个小时，这样咱俩公平机会，咱打个赌行吗？赌什么？极限挑战嘛，咱俩挑战一下，到火车上我们俩肯定被认出来，对不对？我们这样，我们化妆一下行不行？化妆。我们只赌一张卧铺票，赢者睡在卧铺，输了站着。现在，一心。你身上只有你从早上带到现在的道具啊，而黄磊老师身上有五样道具，钱我不要了，减少一半时间已经用完了，钱不要了，钱不要了，太好了，哎，你把钱拿过来，对对对，这个财迷，还没事，钱对吧？钱给我，你不是你现在拿钱还有啥用？我打不着车的钱踏实，你把钱先给我，不是你，这都不剩余的就这点啊，不可能，你2000多买的都给我。不要啰嗦，你就买了几张地铁票，不是买了几张索道票？不是，你现在根本你给我留点，你现在根本就没有钱。我后边还不知道怎么。你现在有没有钱现在啊？你现在还有没钱？鞋有没有钱？没钱。你把鞋脱了我看看，你鞋脱了我看看有没有钱？没钱。你把鞋脱了我看一眼。你在这犹豫什么？你把鞋脱了我看看。没钱。那只鞋。反正有钱的鞋，鞋脱了我看一眼，快点，那鞋里肯定有钱。不会吧，哥哥你自己脱吧。你把鞋脱了我看看。没钱。哎，肯定有钱。哎。没有我操，我是你这个财迷，你这什么玩意儿，这大爷你有一分钟的躲藏时间，开始，加油啊，一星加油，追追他，追他，好你哦，跟着他，那他怎的，他这是一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后边你要照顾一下我，行，我的钱也被你拿走，对，啊，后边你也好事，坐飞机啊什么的那些，啊，行，给你点小费，零钱给你，拿着吧，磊哥，我真的觉得，再给你300。开枪为你送行。开枪为你送行，开枪为你送行。朱队长，你在哪儿？你在哪边？你是一直跑上去了吗？Sure.
真的不要让人认出来啊！化妆把自己化成另外一个样子，谁要是先被人认出来，被人教授说罗志祥三个字，确认你是罗志祥了，你就输了。这是开场的意思。我才看着，我在哪儿说呢？这也太性感了！我觉得这胸也太平了。这个是话筒，还像一点。我再想让他给我粘一个话筒，没了。只有一个人，哪有一个就这么大胸的？有理性还是有背？你有练胸，我不太敢练。为什么？因为我特别怕，我特发达，我就很怕这样。做大巴，别说啊，我还特别喜欢坐这个长途大巴车，尤其这种卧铺，哇，好挤啊！十九号是在哪？等会儿呗，等会儿呗。我哥，不好意思，这儿我过一下，上铺下铺啊。你在这儿吧。哇，你把那窗帘关上。小心啊，小心啊！啊，上树了。我怎么又跟你凑一块儿去了？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着我是自驾呢，结果跟你凑一块儿了，烦死了。虽然跟他在一块儿，但你看这边还有美女。对呀、啊，对不对？哎呀，我们这边还有帅哥。帅喽！哦，帅喽，帅哥。对不起啊，今天晚上可能那个，因为我们今天都掉到河里去了，他也没洗澡，身上也臭。对不起，我洗了，他没洗。哦，我没洗澡，反正我这脚啊什么的，你千万别进去。他们多大了呀？26，自己去玩啊？啊？够洒脱，自己一个人去玩。不是你够洒脱，自己一个人去玩？没男朋友啊？没有男朋友自己去玩，好孤单呀。不过我也没法陪你去玩，我可以给你介绍王旭，王旭老师是一个好的导游，对。这边掐了啊，我媳妇看见麻烦。挑战，挑战进口无极限，用手机天猫扫东方卫视台标，寻找全球最牛魔术师，参与天猫国际面膜大战，29元起享用海外奇葩面膜。
际独家冠名播出，天猫国际极限挑战全球商品，免税低价，海外直送，买进口上天猫国际就够了。极限挑战由广汽丰田全新汉兰达特约赞助播出，全新汉兰达超乎想象的旅程，突破画质极限，极速智能体验。本节目由海信 ULED 曲面电视为您特别呈现，本栏目由方太高端厨电领导者特别支持，方太智能油烟机四面八方不跑烟。像那个谁，除了他以为，你觉得还像谁？孙红雷像不像？红雷，红雷，干啥？极限三傻，我们是极限三傻，叫我干啥？黄磊，黄磊的走法，其实我早都料到了。王迅，啊，王迅根本不用，王迅这样一打就行了。王迅。这么难的一个游戏，我的天哪，灌下去多不容易！我
我说怎么着也给我们准备一顿顿云南的小吃啊，是吧？对，一顿大餐，然后一个热水澡，一张非常舒适的床，睡上5-6个小时。我还想按摩什么的，哎呦喂，这都是全都是幻影。你有没有后悔跟我坐开车走？你要问实话吗？确实有一点。喂，你好。谁呢？哎，洪亮哥，我是一心啊。啊？对啊。一心。对啊。你和黄磊在一起呢？对啊。那最后谁胜了？谁是冠军啊？哇，真的钻石戒指，就戴这个就可以了。可以。我跟艺兴差不多，艺兴赢了，但艺兴呢，经不住我的诱惑，就放弃了飞机，要跟我一起自驾。现在我们俩要开着车，我们要开8个小时，开到丽江，甚至要开9个小时。我的天哪！结果赢了的人是最惨，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啊，赢了就是输啊，输了就是赢啊，这都是命啊，这都是个命啊。哎，我去，我上走廊去站着去了，没办法，起不来了。主人，你好好休息，这都是命。吃饭了吗？我吃啥呀？饭也没吃啊！啊，我在最后一秒被黄磊摸着了。打包的那些饼还有吗？这个是啥？可能现在呢稍微有点软了，但还热的，表面特别脆。确实饿了，我这一天了，大哥。关键时刻还是能看出这个博哥对我的感情。对，我今天我真的感受了，尤其是在水里边。我们一路走到现在，曾经誓言不会分开，微笑含着我们泪水，双手交叉起来，向着天空说声拜拜。长长真好，我们这样走到现在，想想生活不算太坏。主人，又有什么吩咐？别打扰人家女孩子房间了，你们就去睡吧。我们一起，我们今天下午就已经一起了，睡吧。睡这个？对啊，同夜一半，感情才不会散。OK 困死我，够意思，是吧？那睡里面住外面啊？睡里面住外面都行，随你了，睡里面吧。好，睡里面。不是，你要过去一点，我怎么睡啊？啊？过去，我现在已经贴墙了。本节目由天猫国际独家冠名播出，天猫国际极限挑战全球商品，免税低价，海外直送，买进口上天猫国际就够了。本节目由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OPPO R7 拍照手机特别支持。七次挑战护肤极限，冰川水尽在金珀莱，上海江雨。本栏目由方太高端厨电领导者特别支持，方太智能油烟机，4米8方不跑烟。
有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7 拍照手机特别支持，极限挑战有健康美丽喝散油的天窝蜂蜜柚子茶特别支持。感谢陌陌，本节目指定唯一移动社交平台，陌陌总有新奇在身边，感恩20年。感谢极限挑战指定钻石合作品牌金伯利钻石大力支持。一起，我们在这里留下一张珍贵的合拍吧，自拍吧。六个，我们给他一人来一个。红雷平安。好。黄渤平安，平安最重要了哈。志祥小猪，好吧，开心。大发，大发，你还大发是吧？王迅，大发了呀，也来个大发，他那么喜欢赚钱。大发，也来一个开心。我写给我的小孩吧，多多和妹妹永远平安。好，要挂了。哦，我的音乐要挂起来了。灵儿为幸福着想。10万现金红包，欢登录腾讯视频、酷乐视、爱奇艺、搜狐视频、PPTV 百视通、SIT 等等互动，风行网观看完整节目视频。本节目独家音频合作伙伴阿基米德 SM， 欢迎下载，随时收听。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娱乐、百度百科、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新浪娱乐客户端、扎克新闻客户端、网易邮箱大师、央视影评、360影视、搜狗浏览器、搜狗百科、微信头条、麦子 App、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美图秀秀、美拍、有拍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呀，波总。